主料：土豆300克，辅料：葱花10克，盐5克，油30毫升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一、把土豆洗干净，切成细条。二、起油锅，加入土豆丝翻炒。三、准备好葱花。四、炒至土豆转色，加入适量的盐。五、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土豆比较吸水，建议适量的多加点，然后开大火烧3分钟。六、最后撒入葱花即可装盆了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吃口感脆一点的朋友，建议烧的时候减少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